欸，有一个村民欸。为什么实况组都要用 RC 不用 SK 哦？这问题问得蛮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，所以对不起。为啥在下没有看到奈米？哦，我换另外一只上来啊。阿五。对啊，我换阿五了。我真觉得好笑。别讨厌了。好好笑。怎么那么好笑？有一点好笑。他应该不是说阿五吧？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哎，没水了。PC 呀。哎，怎样？天，那个是打喷嚏失败吗？不是啦，还有这样的。还会掉一次，我妈呀！哦，这个是杜鱼，自己扑上去。德鱼，耶！哦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喷出来了。等下，重点是我要怎么下去？完蛋了！掉哦！信仰之跳，然后死掉。没有啦！妈，我押韵了。你是白痴吗？卖个神魔啊！谁啊？哦哟！差点开麦乱入，要求哦。是没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好兴奋，好兴奋啊！哇，超兴奋的、啊！干嘛？好兴奋啊！哇，好兴奋啊！哇，真的好兴奋啊！完蛋了！超兴奋的、啊！对啊，你为什么放弃法师？我从来没有说我要那个哦。真的好兴奋，好兴奋，好兴奋！上面应该打不到我吧？好像可以。谁理你啊？好，这样应该可以的。看我的，不行。哟呼！你的嗯什么？然后死掉。我看了僵尸猪集体自杀，超爽的。快，快打我，小笨蛋！你加油。啊，不是不打紧急任务你？你没有紧急任务？啊，转弯！快追我，快来追我！地狱警很难过。那是你打不过。别人错了吗？欸，不要在那边给我洗加一哦！等下，整个都是加一，我就会找你。找谁啊？你是怕人家洗，还是纯粹你不想脱裤？法师，你要好好感谢我。脱裤吗？脱啊，过来。在下很闲，可以一个一个 ban。等一下，啊，什么？过来过来，让你有个大经验。哟吼！干嘛？滚！进不去。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丁真后院。什么后院？你为什么帮小爱盖这么好？我都没有住这么好嘞。你要吗？自己盖不？不要。我不出去啊。打打，你那么太夸张了、啊！什么？还花生魔？
就比如说你们刮胡。锵锵。哎呀，很会转吧。哪有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弱哎。哎，我觉得好厉害。废话。张邦邦。他说小爱好会生啊，是要生一支棒球队哦。好笑啊！快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哦天哪，不要雷啦！是我自己想歪的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什么？哇！不要！等一下，跑不动，跑不动，太胖了，太胖了。为什么每次喊不要都很想笑？对啊。有人从桶深处呐喊。可恶！居然敢表我！来看看神射手的厉害！不要挡在我前面，等一下射到又在那边叫。我还会飞呢。白目哦！神魔几等？不知道啦。好可怜哦！好可怜哦！哎，对啊，哎，箱子里面有钻石，跟那个求婚一下吧。你总共有四个要求婚。你有没有中你啊？四个喽！哦，不止四个啊！哦，五个，你是我今年五倍啊？你忘了？对哈、哦，那没有，那是去年。哦，去年五倍哦，对，我还要再做五个吗？好。哎、欸，走啦，走啦，睡觉啦，睡觉啦。一定要让我把屋顶盖好。然后我真的，不要这么雷啊！这箱子是怎样啦？这越叠越高一点。不，你应该可以住在上面呢、啊。你为什么跑来我家的呢？你家里被挖一个洞，你是故意的吗？啊？好危险！你自己进来你家看看。我看到，我刚忘记。好危险！白痴哎、欸，帮你补一下。不客气。我看看。你在帮你，我多挖几洞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挖，嗯、那是法师挖的哦，你自己看到啊。法师。酸哦！啊，把四个全部挖掉，超级白。七小通通在我这里。不是我想要帮忙，可是他自己变这样子。啊，完了，他要对小爱动手了。这是刀，这是刀哦，小爱。快逃！护送小爱。停啊！哎、欸，麦要乱了、哦，快点睡觉！我讲真的，天都要亮了啦！你还帮我床丢掉？啊！我没丢，这不是我。哪里睡觉了？睡觉了、快点睡了。都已经快天亮了，睡没屁用。我睡了，我睡了。等一下，要天亮了 ，no！ 有人说法师要度过一个。洞房花烛夜，那他应该。该扒了。哎，别乱讲话。我知道，还有哪一个岛没去过啊？对哈，你刚刚说我玩岛在哪里啊？有一个蘑菇岛，还有个玩岛，还有一个渔夫岛。渔夫岛？遗迹岛？一个水对啊。哦，遗迹岛。啊。很像遗迹而已。水岛玩岛在哪里、啊？过了吗？玩岛在哪里？哪里？水岛啊！水岛，还没啊？玩岛嘞，玩岛嘞。玩岛在沙岛。玩岛在沙岛旁边。我看看。那个水岛，水岛在那个我们家附近。明明就很远，还要过食物岛哎、欸。那就好嘛，食物岛。你说食物岛在过去是什么？食物岛在过去。水岛。你家。
哦，被笨掉，他说我怎么被笨掉啦？我也很好奇。然后就洗那个啊，什么体质猪，然后一直洗洗一排上来，我看到不爽就走。可以编他自我介绍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水岛太太，哎呦，有看花吗？超烂呢、欸。真的吗？然后什么什么之塔超吵，对啊，你超吵哎、欸！我真的不想说啊，我难过，好笑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家里有很多绿宝石啊？哦，真猎人小杰钓竿。为什么太阳出来，小艾没有被烧死？太阳，但小艾又不是怪。哎、欸，那个、啊、沙岛这边有东西可以交易的啊。欸、有铁簪哎、欸，要把铁簪打回家吗？铁针、铁簪、青菜，铁簪吧。好啊，打。好，我打回家。那，等一下，这门超压力太大，这门超雷耶，开不了。烂门。哎呀，喷出来了。哎。嗯，怪怪把小爱烧毁。哦，好像真的有东西。哎，怎样？没有，没事。哦，猫屎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人来过了吗？沙岛的。沙岛吗？对。哦，我去过了，我去过了。哦，原来我想说怎麼，可是那个古力帕那个洞我没有去过，里面的怪还没清掉。古力帕有洞哪里？不是啊，就是有一个砖头上面的脸是古力帕。啊？哦，那个你还没去过？对，还没进去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哪里？然后就被秒掉了。哦，有蘑菇岛哎、欸，我从沙岛扑过去。不对，好像快没材料了、欸。砍啊，砍树啊！没有，我现在在沙岛啊，回不去。回不去了，居居。谁啦？不要雷啦！什么鬼啊？法师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小爱？每一个都是小爱啊！哦，太好，终于没光石。啊，你讲什么？苦力怕脑袋有洞了。拜拜。箱子有箱子吗？就宁杀错不放过。哦，法师你会这样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打坐打的。打坐。等一下，还滑吼！哦，够了没？可能还没够，然后就过了。哼，黑之轮。安呢？过来了，干嘛干嘛？没有没有，被水淹走了。淹回去啊！靠呀！哎，这个可以打掉吗？我想把这个打掉啊！呵，耶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是 bug 吗？东西嘞？哦哦哦！太可怜！妈呀！安安，三颗绿宝石换一颗钻石，一个绿宝石换五个铁，一个绿宝石换三个金锭，烈焰杆，一个绿宝石换两个烈焰杆。啊，这还好。哦，这对调过来了。我已经在蘑菇岛了。好。哎，不好。我已经在水岛了。你已经在水岛了，这么快？对啊。OK。不过我没找到箱子。我现在也在找箱子、啊。几点关台？大概四点左右。关不掉。哦，
哦哦哦，真龙之菇，耶、yeah ！真菇，真龙之菇啦，帅气。简称是真菇。哎、欸、哦，这里还有一个、欸、真菇老母，我要真菇。哦，有铁衣，我要穿衣服。真菇啦，干嘛？给你啊。我看。地耶。好威哦，我拿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等一下，谁？他现在才看出来这地图，难怪特眼熟，就飘飘岛啊，飘飘岛。对啊，飘飘岛。哎，插个火把好不？我不，嗯。这岛只有两个箱啊，好，两个箱子其实已经算蛮多的。孤还是没脑吗？啊？对，我说孤还你还是没脑。哪里啊？没，我穿了吗？啊，你有带在身上就好，反正我不介意。可能是 bug 吧。哎、欸，真龙眼菇。龙眼呢、欸？龙眼都出来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 是把 Ender 打过来我这边啊？犯罪。你真的打他哦？选太多，不然呢？为什么在那边移来移去啊？问你啊！我没有打他、啊。你白目！我白痴！可能是小爱打他吧。你到底在兴奋什么、啊？哈！阿鲁，我很生气。耶、yeah, ，回家家。要称赞人之前，请先把名字打对。哦，小爱喂你喝水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要用我了，哎、欸，会死会死！不要闹啦，我又没有真的倒水，不要闹啦。砍的比较重要。今天第一次看你实况，之前都看影片啊、哦，欢迎欢迎！我拿我身上都穿着铁衣，你在那边打，我真菇呢？你还拿真菇打我嘞？不要再打了啦！我跟你说，我要弄不死成就，又没事。QQ 打，慢慢折磨你。八人，想死也死不了。八人，哎、欸，那个西瓜嘞？烂了。哎、欸，西瓜嘞？太久坏掉了。哦，在你身上、啊。拿什么？西瓜、啊，你有拿西瓜打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西瓜嘞？烂掉了吧？烂掉了吧？不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西瓜幸运有五哎、欸。弹烂掉了。哎、欸，幸运五拿来打中路多爽啊！结果现在西瓜不见了。他可能被小爱吃掉了。西瓜嘞？跟你说烂掉，你听不听？巴瑞嘞？烂了？什么啦？很可怜，放哪里啊？最下面呢、啊？不是最上面的。不必。玩岛，我不知道玩岛在哪里。就沙岛的左边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。直接这样子，你有铺路过去了吗？哦、没有，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岛，哪里？哦，那边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好多哦。明天再继续好了。有事。蘑菇岛有搞搞什么？哪里？海面搞搞。海面搞搞。海面搞搞。说你好。好，你好。海面。哦，你们超雷！这是谁先？谁先的？蘑菇岛有搞搞哪里？海面搞搞。嗯，沙岛都没有火把，哦、难怪觉得特别暗。
我觉得我等一下回去是个困难，我还是早上再来好了。我加油。刚刚出海绵，海绵，哈哈。哎，好、啊，睡觉啊，准备结束实况了，要差不多四点了。我失眠，好快哦！你让我失眠啊！好累啊！哎，风雨兰兰哦，都已经要结束了，对啊。好，那我要关台喽。假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实况差不多到这个了。你公仔？什么东西？今天实况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喽。那么如果明天会继续拍的话，我会在粉丝团发预告。那么大家可以去稍微睡个午觉，然后晚上准备和家人出去吃个饭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还是准备写功课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大家不。